走到这边是五六七厂货的这个摊位上面，这里有个挂盘，有个盘，我看了一下还不错。这边有个人物的挂盘，也是五六七的一些人物的东西，画的还行吧，虽然也谈不上什么名家作品，但是还算中规中矩的一件挂盘。然后这个是挂盘，它反面是有三个挂孔。三个挂孔，底款是乾隆年制的一个蓝料款，这种东西其实比民国的现在都要贵了。乾隆年制的一个这么一个蓝料款，一个挂盘，然后尺寸还可以，画片也还行吧，一般啊，中等，但是这种价格比较高，这种老板要3000。现在五六七的精品一点的这种挂盘市场价格都比较高的，转回头这套东西就被别人买走了。这边还有一整套这种茶杯，但我没有看，不知道画的是什么东西。开窗的山水杯盘壶公道杯一套茶器，一套茶器，这套老板多少钱？老板比划了五个指头，你们猜猜是多少？所以告诉大家，只要是高品质的东西，无论是五六七还是其他年份的，是一定都是不便宜，有它自身的价值的。